麻辣烫包嘛，然后配一个鸡翅包饭。这是蘸锅满麻酱的那个老式麻辣烫。这是刚才我咬一口啊。这麻辣烫味儿可正了，就跟外面卖的味道是一样的。39.8块三袋，59.8块五袋。太香了，就麻辣烫中毒爱好者，你可以尝尝这个，真的。其实跟在外面比，它还是便宜的。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它的包装和里面的料包，妈的老全老全了。外面的包装是这样的，我打开给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全家福的样子。这包是干菜包，里面有那个豆皮儿，这个是粉条，这个是蔬菜包，这个是麻酱，这个是陈醋，然后这个是麻油，这个是粉料包，一定要放这个，这个就味儿都指它。然后这个是麻辣烫底料，这个是辣椒油，这辣椒油可辣了。